停一次就行。你操作失败，以前越南佬也是看，是开始开。我靠，这么大压力啊！待会下去的。下去个停一步，没下去嘞。那压力表不行，这没办法的，压力太大了。你别吓我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，远一点，不要停了，再压就好了，破就破吧，那不会破吧？你这样吓着我了，诺。你看是不是面子少多了？能把样品拿到这边晾的地方来吗？不是不是，我说你拿出来以后，我要放地上的时候。Thank you.